艾希跟着箭头穿过了开启的大门。艾希有预感，在他的前面有着可以离开这里的关键。艾希发现他的面前有一个宝箱，他的眼前闪过一个奇怪的印记，艾希的冲刺能力被增强了。也许艾希马上就能从前面的蓄水池离开这里了。艾希决定马上回。艾希击败了暴食，他感觉得到出口就在前方。艾希来到了一座小镇，但是为什么镇里一个人都没有呢？艾希在房子的周围四处探寻，找不到一个人的踪迹，仿佛这里所有的人都凭空消失了。罪魁祸首就是犹大。
艾希决定先去小镇的中心，他毫不犹豫地跟着箭头向小镇深。艾希无视了中间的仓库，继续向前迈进。艾希进入了仓库，一样还是找不到任何人，即使在阁楼也是一样。于是艾希跟着箭头向左边走去，是死路啊，这里应该艾希继续朝着地道深处探寻。艾希隐约听到了右边洞口传来的阵阵低沉的咆哮。
又解决了一个大家伙。艾希继续朝着艾希进入了一个尚能运行的地铁。随着地铁缓缓的开动，艾希向着实际塔前进。Call.